喂，恭喜恭喜呀、啊！来来来，奔驰宝马随便开。哎呦，那么客气啊！哎，老，喂，小宝贝，压岁钱，好好好。哎呦，我这大外甥、哎、哥，这16年了，我们老王家终于有后了。你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哦，对了，哥，这个呀是我给小外甥那点小心意呢。哎呀呀，好好好好。哎呀。哎，小妹，就等你了，他们都来了。哦，他们都来了呀！你大哥，孩子满月，恭喜恭喜啊！哦，对了，这个呀是我种的有机蔬菜，你这一篮子都是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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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面坐，里面坐。行，来来来。小姐，今年种了多少啊？小妹啊，你坐那儿。嗯。啊。哎，坐什么坐呀？穿的脏兮兮的，这有你坐地儿吗？我这新买的衣服名牌都被你熏臭了，坐这儿吧。小妹啊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来坐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说小妹啊，你都出去混了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穿得这么磕碜呢、啊、你丢不丢人呢、啊、你看看你穿的这个破烂腰，还拿个破菜篮子。哎呦，你以为你俩大哥在种地的？你知道我和大姐和大哥送的什么吗？我们坐的是奔驰宝马和 money。 你就拿这点破玩意儿还好意思在这坐着？你赶紧回去吧你。哎呀，行了老弟，你看小妹这样这么多年啊，在外边过得估计也不容易。小妹你别听她的啊，她不懂事儿。今天啊你就留在大哥家蹭顿饭吧。够了，兄弟情一世情，有今生没来世，更何况你们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妹，还有什么比亲情更重要的？大哥你别说了，要不我还是走吧。哎呦，算你识相，走走走，赶紧走。别走小妹，要走啊也让他们走。哎呀大哥，赶紧让他走吧，一会儿啊该冲你借钱了。大哥，今天是大宝的满月，我也没准备什么礼物，这个卡里啊有500万、啊、你就收下吧，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。亲妹妹，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以前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现在啊是3年河东3年河西。人穷并非无用，人富并非成功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